哎呦，我有没有看错？是 JJ 林俊杰。小记者仔细算一下，继之前传有女粉丝为他自杀负面新闻爆发后，他身影好一段时间之后，这好像是 JJ 第一次公开露脸的活动。首先我要说，台北的朋友很久不见了，然后今年跨年算是第一次跟大家这样公开见面，然后希望呢，2017年我们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的机会，好不好？看来 JJ 今天心情相当好，与粉丝互动也相当热络，还预告明年会推出新作品。期待我的新作品，每次给大家的都可以是更好的。谢谢大家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幸福美满。这话一说完 ，JJ 竟然快步上车，不受访。慢慢笑。新年快乐！这难道是怕我们问什么吗？